四头现行秤包装机，包装202克大米，震动给料，秤斗放料，光电测物料桶里有没有物料，杨邦机械，秤给包装机进料系统，触摸屏操作，有中文和英文两种选择。乘风切刀，包装机也是触摸屏 PLC， 预设温度，OK， 我们来测一下重量，机器关掉，从这边开始测，204克，203.8，204.4，204.3。204.7，203.8，204.7，204.4，可以了。